不允許職場我只用錄影設備澄清嘅咩？咁呢件事你咪澄清緊，睇翻 payback 咯。咁你哋自己都幫你自己定。你今日賽後同大會講翻。唔係，咁你哋定規矩噶嘛？其實我哋係工作人員。啱啱先，你哋寫就寫明㗎。係咯，咁即係寫明㗎，你哋係不允許職場只用錄影設備澄清㗎嘛？哇，咁球婆睇到都唔使打啦。八秒進攻，五秒，五兩分球，69公板，十秒。